你收拾收拾，我带你出去。干嘛呀？你不是要找工作吗？我给你联系了一家医院，带你去看看环境。真的，没骗你。啊，那个，能改天吗？方言发烧呢。你们去吧，我没事儿。王总，没什么事儿。差不多不烧了，你们赶紧办正事儿去吧。 小韩呢？他怎么不来照顾你？东西我都给你在这儿放好了，中药西药别一块儿吃，中间隔半个小时。知道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那我们走了。行了，去吧，去吧。 不错吧？这家医院刚开没多久，这头是诊所，那边是体检中心，完全的私人定制服务。比如全程导医导诊，就诊当天有专员全程陪同，病人只需要和医生见个面，剩下的什么排队、话架、交费取药等等这些个环节，全都由服务人员负责，对每个客人都实行一对一的健康提醒服务。 环境肯定是比你原来那家医院好多了，而且我们每天接待病人的数量是限定的，所以说你工作起来也不会那么辛苦。我听说像这样的私人医院对聘用医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像我这种以前出过医疗事故的人，根本就不会考虑，估计你又白忙活一场。你先甭想那么多，就先看看这儿的环境，只要你不嫌弃，那还用说吗？行，只要你喜欢就行，剩下的。 交给我来办吧。不是，我听听你想怎么办呀？这就别管了。那不行，我不管，心里也不踏实啊。其实没什么，这家医院的院长正要换辆新车，我给他打一大折扣，一切就都好说了。不可能那么简单吧？嗯。 不会吧，发炎生殖病还这么有迹象？不可能！回来了！嗨，按摩呢？我心的说，方兄纵是有铁打的身子骨。 也不可能这么胸有无比吧，小韩，没想到你还会按摩呢，瞧给方兄爽的。按摩在成都很流行的，经常按就学会了。那你一会儿也帮我按，这两天我这后背一直隐隐作痛。好，关好了。啊，你帮他按吧。嗨。 以后注意关门，又不是你一个人住。我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听您那动静，还以为屋里正上演三级片呢，都没敢进屋。你怎么老往那儿想？不能想点好的？有什么呀？这也是正常需要啊。老有一漂亮姑娘在你眼前晃，不想干点什么也不太可能啊。以后事先通知我一声，我可以给你让地儿。行。 我事先通知你，我成什么了我？正常需要还得事先通知你。怎么样啊？钱康给你介绍那医院？挺好的。
周芳走之前，那时候我们俩的境况差不多，他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。没想到过了一年，他状态恢复得这么好，特别健康。看着他，说实话，我挺嫉妒的。大家都改变了，只有我还这样，没有工作，寄人篱下。别把自己说这么惨。你看，这不是很快就找到工作了吗？依我看，你变化也不小。我有什么变化啊？最起码比以前脾气小了，平和了，懂事儿了。你这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当然是夸你了。说真的，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你做朋友还是挺靠谱的。哼，是啊，就是做老婆不行，天生就不是做老婆的料。你别又胡思乱想，曲解别人的意思啊！你做老婆也没问题，就是给我做不行，应该是我的问题。你不用解释，其实我知道是我的问题。即便跟你过不到一块儿，也不该这么悲观。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你看，你现在不是很通情达理吗？哼，看来我们打一开始就错了，应该做朋友。这韩林挺有毛病吧？昨天翻我手机看，还一条条念着短信，我跟他急他也不当回事儿，还问我跟我聊天那些姑娘都是谁？你说有这样的吗？我不是让你把他扔大街上去吗？这种事儿我可做不出来。要不然咱俩换吧，让韩林宁住你那儿，杜梅住我这儿，或者让杜梅住贾玲那儿，贾玲住我这儿，反正只要能把他弄走就行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钱康帮杜梅找了工作，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一个包袱解决掉，你就好处理韩丽萍了。话是这么说，杜梅找了工作是好事，可不知怎么了，我心里有些空落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又爱上杜梅了吧？那倒没有。我就是觉得杜梅要是真走了，我还有些不适应。小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要出事儿。方言，咱俩小时候可穿过一条开裆裤，你想什么我都清楚。你现在只是暂时的帮杜梅渡过难关，可不是她的保护伞，别一不小心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好自为之吧，哥们儿。一失足成千古恨。